晃晃的一片，那晃眼。这火车站还挺漂亮的，应该往这边走吧。-9°，魁北克城。怎么感觉比早上那-13°还冷？可能因为这风比较大，这车开得也太快了。酒店要4点才能 check in， 闲逛。我觉得这方向应该是对的。虽然这个地儿冷的跟拿小刀子割脸似的，风很大，全是小山坡，但是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建筑都看上去好漂亮啊，像童话小镇一样。这麦当劳古色古香的，嘿，被吃了3天麦当劳，那不能再吃了。看它玻璃上的反光，在使用变焦镜头一段时间之后呢，就会发现自己更偏爱使用哪几个焦段了。那如果未来再想买个定焦镜头什么的，是不是心里就有数了？我发现自己非常喜欢用24毫米的焦段来拍摄城市的街道，特别是这种建筑比较密集的区域，甚至还很喜欢透视变形带来的非常规视觉效果。胡乱走，完全没做攻略，走到这儿一条小商业街，太出片了，这儿巨好拍，大家一定要来这儿。在这种比较窄的街道，50毫米的焦距还是比较好出片的，太宽的话反而不好看了。看这家门前的装饰，好可爱，小兔子，还有它的胡萝卜。真的好冷，
走起来的话你不会觉得特别冻脚。这时等一下，我要上了船，从水面上的冰就可以看到外边多冷啊，而且那边怎么还刮起雾来了。Vous souhaite une belle traversée. Ladies and gentlemen, the captain and his crew wish to welcome you on board.可以听到那个冰块在挤动的声音。哇哦！不像是我们这个船在动的，像是岸边在移动。手指头都快冻掉了，快跑，受不了了，不行了，这露手指的这个手套实在抵御不了这样的寒冷。虽然这个航程很短，但是这船上应有尽有啊，环境还挺干净。酒店就在这条街上，今天应该能吃到晚饭了吧？我都两天没吃上正餐了，这餐馆实在关得太早了。今天希望能好好的吃一顿。
虽然这道菜看上去卖相很一般，但味道还是很不错的。土豆 cheese， 这正是我现在需要的 energy。有两天没吃到正餐了，那这也其实算不太上正餐，但是已经比前两天强太多了。